今天跟各位宝贝讲个故事。勇敢的虾将军想要保护他的子民，可惜终究难逃命运的魔手，他和他的子民一起被人类抓住了，然后被分成了两半。看来平时虾将军和他的子民没少打架，看看这紧实的肉，还有满满的黄膏，我不争气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。